那个是不是只要学佛念经的人身边就有护法神，是不是啊，师傅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，那是不是学佛人的愿力不同，他身边的护法神也不同了，是吧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，那是护法神一直都在呢，还是就分时候的？头上三尺有神灵啊！我看你的脑子有点小毛病了。对不起，师傅。师傅，那做错事情的时候，那护法神都一般是怎么提醒和惩罚这修行人呢？我问你，你心中做错事情有内疚感吗？有。你伤别人的时候，如果你觉得很不应该的话，你会内疚吗？会的。啊，这个谁叫你会内疚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就是护法。对了。护法菩萨是不是，师傅？知道不啦？啊，好了。